因为我是波子，大家见我已经瞬间着咗个茶夹公仔店嘅衫，今日冇错啦，我就嚟秘捞噶，同埋我发现我张卡专为我而设噶，好靓仔，有个店长样，波子喺度。今日咧，我将会有绝对嘅权力，可以帮大家增值多啲啊，或者容易出货啊、摆位啊，所以我系嚟帮夹公仔店倒米的。好，事不宜迟，我哋嚟开始啦 ，Let's go！ 同埋今日咧会有。特别限定的波子波优嘅限定会员卡，呢个真的超特别，我自己都一定要收藏一个。可能下次见到我再嚟夹嘅时候，我都会即刻攞出嚟。我系波优夹版，欢迎嚟到今日波子一日店长系列，都拍夹公仔片几得多啦。但系今次大家嚟夹我嘅公仔，竟然喺我第一日做一日店长嘅时候知道呢位 VIP 好大牌，大家送少啲币俾佢，其他人送多啲币好唔好？好，呢、這个 VIP 的时段咧，就先嚟个波又好劲抽，最大嘅大奖咧系会有价值500嘅增值啊喺入边嘅，即、就、系、是、一抽到嘅时候，你已经瞬间可以玩到500蚊，全部都系大哥大大粒。如果俾我抽到嘅话，应该就会俾阿妈抌落去天桥底。好啦，你有冇信心今日可以一嘢抽到一抽入云，抽到呢个500嘅会员咧？有，好，祝你幸运啦，喂。有冇有张纸仔啊？一号就系呢个啦。嘟嘟，每一袋入面咧，其实都有自家制奶茶袋喺入面送埋俾大家噶。系啊，入边咧后面系写住多啲祝你一夹入运、啊、希望大家夹嘢嘅时候都可以多啲运气。前面就有个波优夹样啦，夹住我个头喺度弹下弹下咁样。好。好，多謝你。Gordon， 你本身有冇夾開公仔或者抽開嘢咧？以前有夾開公仔，不過有一段時間冇夾啦。抽開嘢就抽一翻相都係。抽一翻相。咁你自問抽一翻相會唔會好容易中大獎？好簡單，兩抽一隻 figure 啫，只係。兩抽一隻 figure 喎，好誇張喎！我平時都要係咯，兩加多個零，我廿抽一隻 figure。瑤瑤，哦，瑤瑤你好。你平時中意睇我啲咩片啊？2018年，2018年，哦，吓我添，你对自己的抽奖运如何啊？冇，即系同我一样嘅，你觉得你系？我记得有个观众留言话咧，见到波子你咧咁克制咧，即系觉得自己好安慰。原来我都唔系好克制啫，咁样。唔通嗰系你嚟嘅？有時係，有時唔係嘅。有時係，有時唔係嘅。好，咁希望祝你一抽入雲啊！我咧就係咁多位會員可以 check 翻有咩餘額。重點，我不是玩具啊，請勿攀爬。有波友即刻現場請我飲茶。唉，做店長真係好，好福利。你俾我摸啊！真係驚，得唔得啊？喂，得啲250蚊咯！你一嚟就中咗大奖啊！一嚟就冇晒惊喜咁样，突然之间后面七位 V I P 波友，唔会你有得头奖咧？冇咗啦，已经派咗啦，已经。Oscar 都系250喎，即系应该系大奖唔止一个喎，大奖唔止一个喎，你惊唔惊喜，开唔开心啊？开心啊！头先有冇俾我呃咗啊？Oscar 都手氣好勁喎，其實會唔會其實全部每一張卡都係250個，係我俾人整蠱咗。加油！唔係啊，都有100個，即係二獎。加油努力，都係二獎。哇，其實好多個大獎喎，都唔係零個噃。要夾明日香要。除咗明日香仲有冇？夾埋波子翻屋企。夾埋我翻屋企，咁夾我上咩？上嗰啲貨櫃車又俾人哋綁架。第三个大奖喎，都系250喎，你有咩感受？好开心，好开心。有冇谂定大家要夹啲咩啦？已经。Kurumi， 加油！100，都系二奖。暂时系未见过有三奖嘅，所以我哋而家暂时个个都好好运气，加油啊！哎呀，呢个就三奖。你有冇话等间想夹啲咩啊？冇。哦 ，OK， 佢淨係想望住我啫，係咪？加油，加油，頭三獎，都係三獎啊！帶好多錢過嚟，佢帶咗好多錢過嚟 ，OK， 佢本身已經係起跑線贏咗啦。你有冇啲咩想夾咧？陰柱，一翻上嗰種啊，定係咩啊？冇所謂，冇所謂 ，OK， 哇，一翻上就有少少難度，但係。
如果冇所謂的話，好容易嘅應該。交俾我。第二個環節係咩呢？就係、是、大家知道我姓李啦，等間就可以盡情地刁你啦。點解？因為就係嚟到刁彩虹嘅環節。等我而家過去登機先。請。嘿。哇哇真係玩到位！喂，等，停！哇！哇！哇！第一下啫喎，系嘛？第一下咋？佢真系两抽中 figure 嘅人士嚟噶喎。睇下有冇杂介先。冇啦。我养咗咩名嘅狗仔？不凡同 Brownie。不凡同 Brownie。中奖啊喂！黄色中奖！系中奖要。哇！一嚟就中奖一个先。鬼灭成色，跟住咧，先拣到个黄象。黄色嘅猫，黄色嘅猫猫，难怪要睇两次咯条片。白色嘅猫猫，哦 ，OK， 哇，真系会眼花噶喎，原来做掉彩虹。哎呦，唔好意思哦，哎呦，我又好惊打中大家啲币，但又好惊啲币打中我喎。哎，等阵，停一停，橙色边个掉嘅？喂，橙色有冇啊？彩介唔系彩介，对于我嚟讲系即系差唔多啦，即系喺入边啦，系咪？踩住条界入边，同埋踩住条界出边，半杯水同埋满半杯水嘅分别系咪？系，因为呢个时候就系波子问答环节啦。呼，我而家几多订阅？哇，呢个好难喎。踩界问题系难少少嘅，唔使齐数嘅。一百万。所以我明白你好想支持我，你答我100万，我系好开心嘅。但系我个耳刀啊，几多万？请打一次啦。400万。400万，好开心啊！400万。咁佢帮咗你，照中奖。好，继续。哇！唔好掉纸啊，大佬。大家停先，好亂啊！咦，呢好似有紅色，我紅色邊個噶？我送入去嘅，我要啊咁。我送噶嘛 ，OK， 我有份。好啊，做店長都可以私藏嘢嘅，係咪？等陣啦，唔好意思啊，未開始嘅，等，我而家可以玩緊嗰啲冰上曲棍球咁樣，但係我真係唔容易喎，因為佢個窿咧係好細嘅咋，我要掃到嗰個位置咧，啱啱好佢又唔反彈喎，啱啱你見我咧，嗱你掃完又反彈嘅。啊，得啦 ，OK， 乾淨曬，請開始，多謝。其中一位波友將一個黃獎大獎送俾我，哦，送俾你，我笑嘅，我拎住啫，有冇叫咩呃咗？bonus 係嘛？咁嗰陣時咧就係3:09，咁呢個時間咧就可以俾我休息一陣先，係啦，3:09嘅時候就係公眾嘅時間。哇，好誇張啊！聽咩嘢？我同我講咧，嚟排隊想入嚟玩嘅波友咧，觀眾咧係排隊排到去彌敦道，即係出邊咯，即係排到商場嘅出邊咯，辛苦曬大家，大家超大力嘅支持。當我仲諗緊點解好似個場咧，好似唔係好多人，唔係好爆滿嘅時候，其實錯啦，係因為現場嘅工作人員已經限咗人流，唔可以太多人。如果唔係，大家係玩唔到，所以要排隊分流。咁希望今日可以招呼曬每一位觀眾同埋波友。終於嚟到波子店長繼續 service。好啦，咁啊想增值嘅咁多位咧，請排隊。咁啊，我會波子店員幫你一一增值嘅。最中意睇啲咩系列？我中意睇你拍人台。係啊。呢個犀利啊！呢個好有創意啊！佢中意睇我拆人哋台喎，我驚其他工作人員會嬲咯。如果我真係啊唔係，我會問過人哋同意先噶，放心啦。你好，阿波子哥哥。Hello， 你好，增值幾多咧？增值100蚊。100蚊，咁你平時中意睇啲咩系列咧？波友劇，好，多20個幣。你有冇話想我拍啲咩片咧？平時？Q&A。Q&A。睇咗你5年啦，睇咗5年啦，再跟，唔紧要，阵间我再帮多你啊！睇咗5年啦，早啲讲啊嘛，一嚟就应该即系咁啊！中意睇咩片多啲啊？好怕丑啊！两个做咩突然间揽埋一嚿？
我以前喜欢看你打机，以前喜欢打机，现在喜欢看你可能四围去玩咁样，四围去玩即旅游 blog 嗰啲。系啊。哦，咁韩国有冇留意先？有冇自己谂住 plan 去旅行咁样啊？我都想，你想加油，仲有机会嘅。即是你看那個斜坡滑車，是啊，韓國那個，是啊，有 Camman 在賽車，那個哇好刺激啊，那個好正啊，看到之後我都想去玩，好，到時一定要去玩，所以看我打機。好，那喜不喜歡夾公仔呢？喜歡夾公仔，喜不喜歡喝奶茶？喜歡喝，不是，未必喜歡喝奶茶，喜歡喝，都可以裝汽水的，是不是？那汁，那汁，好怕醜啊，他站在我面前，就是這樣。我見不到小波子，我喜歡啊，看你打波片咯。打波是嗎？你自己喜歡打籃球的？是。哦，啱啊！而家打多啲波，第時就高過我。很多波友咧，細細個嘅時候睇我咧，而家咧再認翻我咧，都是高過我嘅。可能遲啲你都高過我，加油！你可不可以拍多啲跳舞啲戲啊？跳舞啊，跳舞片。OK， 多謝多謝，大家都中意睇我跳舞片，自己學去，即係中意睇我指天指地指上指下，跟住噏下噏下嗰啲，係咪 ？OK， 我都順便要減下肥，我都要跳多啲啊！我係咪第一條片就係跳呢個？係啊，我第一條片就係跳舞啊！嗰陣時未諗住做 YouTuber， 未諗住成嘅，諗住純粹 upload 自己跳舞片嘅啫。中意睇啲咩影片？我有乜文文翻嚟都好早期喎，咁你知唔知翻嚟係點樣嚟我屋企嘅咧？領養嘅啱，冇錯，係啦，四十個幣係翻嚟俾噶，係好啦，而家暫時波子崩啦，增值時段暫時停一停先啦，係啦，但係當然正常運作都可以揾店員幫你增值噶，但我就休息一陣先。我越幫越忙啦，但好似帶咗好多好多人客過嚟，應該會越嚟越忙。呢個綠色，好。做乜掉曬落呢邊嘅喂？呢度紅色。你係撞開咗個藍色。你認唔認藍色嘅？真係？真係？我而家訂住啦。93万，好，第二个中咗蓝色啊！哦，你想跳啊？又蓝色，唔系咁多蓝色啊！喂，我好惊喎。系啊，呢个真系自己掉噶，头先嗰啲都系自己掉，不过我扫走咗啫。哎呀哎呀，嗱，两只猪，双猪，双猪临门，等等啊！哇，好冰啊！系啊，好冰啊！我都觉得好冰啊！枪林雨弹嚟嘅我，我企过少少啊，但 Camman 影唔到我。我咁样得唔得？咁样啦，我要企过少少啊嘛。我要扫啊！我要扫。我扫噶啦。边度啊？唔對住鏡頭啦，我就係咁樣噶啦。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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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 啊， 啊，真係冇可，我唔知道啊。你拍啲相，拍低就完啦完啦。我哋小波子要出去影相區，係啦影相。好。Michael， 影相，接拍14日、23日、27日。成啦。哎呀，哇！同 Camman 都有蛋糕食啦，多谢你呀，辛苦晒啦！好开心，终于完成咗疫情之后第一个同波友见面嘅活动啦。但系坦白讲，可以亲身咁样服务到你哋，见到每一位波友嘅笑容，同埋同大家合照，我都系非常之满足嘅。虽然好可惜嘅就系去到山门嘅最后一刻都唔可以同咁多位波友逐一合照。好啦，今日终于都做到关门啦。哇！辛苦多一日，真系呢个波子疲劳一日店长。哇！估唔到最尾我连夹公仔机都未掂到，我就已经做完咗。因为真系时间太忙啦，太多人嚟支持啦，啱啱仲真系夸张到排队排到去弥敦道，真系好多谢晒每一位波友今日嚟支持。
咁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因為真係可以派獎品俾大家，然後同大家合照嘅時候係好開心。最緊要大家真係用我嘅奶茶袋，呢方面令到我覺得冇白費我嘅心思。同埋特別要辛苦曬今日在場嘅所有同事，超級辛苦，尤其同我一齊喺呢個海泳池一邊後一邊掃嘅戰友，真係唔係講笑。我諗佢話心諗未試過咁多幣飛埋嚟，好似而家打 Star War 咁誇張。最終目的都係想大家開心玩得開心，同埋辛苦曬每一位波友咧，等咗咁耐咧去支持我啦，同我玩啦。因為人數關係，所以做唔曬所有嘢，希望下次仲有機會再嚟一日店長。到時再為大家服務，咁啊，暫時今日波子派咁多先啦，即刻 like and subscribe， 跟住，喂，我哋去啊食飯休息下啦，冇錯，密切留意住下集波子，仲有好多唔同嘅影片，下集再見，拜拜，喂，我要除衫啊，哦，好熱啊，哇，好辛苦啊，好攰啊，走啦，放工啦，打卡啦，收啦啦。